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开箱的呢，是这个苹果风味的汽水啊。它这个汽呢，它故意写这个字啊，汽水。那这个呢，是一个注册的商标，这边有写注册商标，哦，苹果风味。那这个饮料呢，是维大利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品名、成分一些标示。好，这是营养标示。好，这个是条码回收标志。好，实际什么味道呢？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那它这个颜色呢，就比较偏褐色的感觉。喝一下，这个气还蛮多的。然后呢，苹果的味道也有。不过呢，它这个没有标示说有没有含苹果汁，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没有。它是由这些去调配而成的。那容量呢是608毫升，这是维大利出的。所以呢，它是靠香料，还有里头的一些成分去调出来的。然后以上呢就是这个，维大利出的苹果风味汽水，是这个汽的开箱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也欢迎订阅、留言跟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